哈利路亚，谢谢主耶稣啊！我们今天已经忙了一整天了啊，在天蒙堂做了好多事啊，看到这些人跟我们叭叭一下，就是代表啊支持我们，哈利路亚啊，赞助啊，赞同我们在这个地方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！我们在这里再次的感恩我们这些弟兄跟姐妹啊，我们一切的辛苦，一切的忙碌，一切的学习都是为主而忙，为主而做的啊！举牌是一个福音的行动。那么透过这个不用说话哈，只是让这个小小的举牌行动，马路上经过的车辆，他们就会看到大大的字啊，多看几次，他心里就会受影响，就会受感动了。因为今天是主日，我们特别是选在主日的啊这个时刻啊，在这个路灯底下哈，来看这些字的牌子是特别特别清楚啊。如果是一个很大的大白天呢，人跟牌子都是白色的。可是我们现在呢，你可以看到背景衬托的这个白牌子啊，字眼是特别特别清楚。所以我们感觉到这个时刻啊，我们在忙完了之后，再来一下子体会一下举牌，以及这个时候有些人啊也忙了一天，准备回家喽啊，所以他们车子会经过这个地方买东西啊，会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我们这些举牌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这一群华人经常的都在这个地方有举牌的行动。愿神来施恩赐福我们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啊，我们所做的也许你自己都不知道，但是神知道啊，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啊，我在学习啊，我在谦卑啊，我在晋升，我在努力啊。神是信实的主，神是爱我们到底的主，神这样爱我们，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向神的回应的一个行动，一个感恩的心啊，来献上，来为主，主都知道。谢谢主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的主，他乐意施恩，乐意赐福，我们也乐意顺服主，也乐意来见证主，荣耀主，一切的荣耀归给主，平安归给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阿们。